不说话，就望向远方。刚才他已经录完了这一整季。哎，对，好，刘好，好，刚才结束啊。对，好吧，现在也没什么事儿，你们就把能准备的东西先准备出来。好的。好。该嘱托的我也嘱托完了，你们就自己研究吧。哎。哎，这姜。哥，我肯定也需要姜了。对。但这姜是就这不是姜，这是南姜，对，这不是，这不是生姜。哦，我不管了啊。好，那个鸡翅放这里。对，那个鸡翅帮你放冰箱。鸡翅？哎，鸡翅。鸡翅做什么？我们三个四个菜里没有鸡翅啊。你咋敢？你要做鸡翅了？妈，同事刚不是说做排骨，要么就排骨，要么就鸡翅。其实是这样啊，在做菜的时候啊，不要做完了一个菜再去研究下一个，把所有的菜先规划好了，先摘好洗好，葱姜蒜全都码好了，一碗，然后才开始做，这样你就不会到时候不会少东西。没问题，麻烦我走了。我觉得师傅的行为艺术不是看海，而是看着厨房。